我見到黃碧雲咧就身穿藍色藍橙色衫，睇下陳志全會講幾句先，一陣間。今日我唔應該係焦點所在，希望大家繼續關注案裏面其他嘅朋友。呢份判詞先至係主角，希望大家翻去睇下，幾位法官係點樣去處理本案，呢個先至係對香港更加有意義嘅。由於今日只係一個階段嘅結束，整件案件咧其實應該可能仲有下續嘅，所以我唔能夠講其他太多説話。唔識講啦，總之就係多謝多謝咁多位所有關心我哋嘅人，希望大家繼續關心案裏面其他人。而因為律政司咧都表示有可能會上訴咧，我就唔能夠對依一個嘅裁決依、這個案件咧喺現階段接受任何嘅評論或者去俾任何嘅意見，所以我只能夠同大家講，我心情好平和，多謝大家關心。我而家咧都想同屋企人去飲餐茶，係因為我仲未見到屋企人。法庭亦都認為咧，係控方已經證明相關被告人士咧係帶有特定嘅意圖，呢、這個意圖咧就係旨在顛覆國家政權。法庭亦都清楚睇到呢、這個35+顛覆國家計劃，就係要利用呢個計劃咧去破壞、摧毀或者推翻現行嘅政治制度，同埋咧我哋香港特區係根據基本法同埋一國兩制所建立嘅體制。他們為了達到一些個人的政治的目的，不理香港市民的死活，他們是這樣的做法，基本上就是出賣香港人，是極其的醜惡、醜陋和惡毒。他們用非法的手段嚴重干擾、阻撓和破壞香港特區政府是依法履行我們的職責和職能。在這個審訊裡面，我們也清楚看到任何想危害國家安全的人都是難逃法網的。律政司亦都表明會就嗰兩名咧係證據不足嘅人士係有提出上訴嘅意向。